Hello，大家好，我是文和。今天是我来那个境内的第二天，早上在酒店吃了早饭之后，他过来接我，This 然 is 后又跟 another 他 kind 爸 of 妈买了一些礼物，给他爸是买了一支钢笔，一套钢笔吧，This is the band 然后刻了他爸的名字，然后先前送给他的时候，他爸挺喜欢的，那他我妈有妈是一条丝巾，也不是很贵的那种。然后另外给他的话是一个木刻的一个，因为他刚刚结婚，然后我把他跟他老婆的一张照片做了一个相框，然后是垒雕的，在木头上的，也是想着让他们的爱情永垂不朽嘛，大概就是那个意思。反正后面就想着先到他来家拜访一下，因为也是第一次过来，肯定第一步要先去拜访一下他家里面。后面有要可能要住到他家去，所以先去打个招呼。然后大概到的时候下午2、3点钟，然后他就一直想给我，因为我肚子饿，然后拿各种小吃给我，什么巧克力呀，反正也吃了一些。后面他妈就非得要给我做这个 rosa，就是类似饼一样的东西，然后那再加那种蘸料，所以这就是这个他妈给我做这个东西的过程。然后后面就问了一下他有个妹妹嘛，然后就问一下看能不能去拜访一下他妹，大概就是这样子吧。因为拍视频的时候，我总觉得如果我一直说中文的话，感觉会不是很好，所以我就只能这样子，后期给大家录一个话外音，跟大家说一下这些事情，跟大家解释一下。Very far from here.后面的话，有可能视频就以大部分就这样子跟大家解释为主，然后有可能字幕都不会做了，因为这边做字幕我感觉太费时间了，而且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弄这个东西。主要是现在头条的这个短视频的收益也比较低，我觉得没有必要花太大的时间去弄这个事情。Yeah, it's fine. Thank you. Yeah, it's recording. Finish? That's it. You can eat. Okay. One more? No. Well, enough, enough. Yeah. Oh, sorry. Oh, I'm not. It's fine. Rasa, right? Dosa. Yeah. Oh, yeah. No, tear it. You have to tear it. Yeah, tear it for small pieces and dip it more. Take more dip on the side dish. Yes, like that. Yeah, sabramatiya. How it is? My mom asking. Yeah, that's good. Tastes good? Really? Or just lying? It's okay. It's okay. I can take it. You can take it. Dip more, dip more. I think this is better than the hotel. Yesterday. Yeah. Fine. Yeah. 然后这个是他爸爸，他妈妈。他爸爸跟妈妈好像都是学艺的，然后学艺的时候认识，然后相爱的，然后他们有两兄妹，他还有他妹妹。其实我因为之前没有吃过这种东西，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吃，所以刚开始是想着自己怎么吃就怎么吃。后面他告诉我要撕成一片一片一片的。印度这边吃饭就是拿手吃的，他们家都是拿手吃的，然后我真的不习惯，但是也没办法，没办法，因为已经到了这里的话，就肯定就只能自己弄了，只能将就的。
其实这个味道还好，就是一般的饼，然后加那个蘸料的话，感觉也还行。其实我这个吃法是错的，他后面跟我讲了，就是他们只用一个右手吃饭，左手是不能帮忙的，所以你撕饼也好，干嘛也好，永远只能拿右手。好了，反正这就是第一次在他家吃饭的场景了。其实他爸妈很热情，然后总觉得我会不会亏待我的感觉，我觉得还好吧。其实这个东西有些时候确实是不想吃，没有吃的欲望。OK， 先这样子了。Yeah. 等会下一个视频会跟大家看我们怎么去他妹妹家，然后去探望他妹的，探望他妹妹。好了，先这样子了，拜拜。I told you yesterday. What? You can eat things like me in China. I'll stay for a long time there. Yeah. It's, no, you already get the work visa. Yeah. No, not every Indian can get the work visa. No, yeah, yeah, I know that. Only few people can get the work visa in India, in China. Fun. Huh? Yeah, that done.